余正经理，啊，请坐。我听讲，这个第二段要开放一段时间，和大家来互相来问问题哈。伫要问问题之前，我想讲，我做一小段的分享啦哈。坦白讲哈，访问过较侪人，虽然家己戆戆，也嘛定定去用骗。啊，不过伫咧访问迄段时间呢，哈，我想我也是有累积，一寡专长。即个专长，我想是逻辑的理路啦，逻辑的理路。即摆咱发现讲，对军权的时代，一直行到即摆讲号做民主时代呢，愈灰，你知咪？虽然讲人权，敢若将有一票吼，啊卡袂着，咱来讲人民是头家，也毋过咱发现讲吼，无，其实政治伊个。通敌的手段愈来愈幼弱的时阵呢，咱会经过真侪手段，互咱人变了，都算会当去投票，迄张票伊嘛会变了真愈薄的对。为虾米安尼讲？第一，你要有主张，尤其是即款政治的主张啊，我想要问各位，你是毋是第一爱知影？正确的资讯，而且这个正确的资讯，阁毋是即卖资讯尔，是过去以来甲即件代志有关系的资讯。啊，这个部分，咱若无讲安尼手边真方便，咱去得到这个资讯的时阵，咱敢敢？毋敢。啊，毋过目前咱看到会当得到这个资讯的环境，敢有存在？其实媒体即卖有诶新闻台吼。24点钟，伊伫咧报，伊伫咧报。啊，规工个新闻报几啊摆？不过我想要问各位，你逐工安尼看，啊，真赤夜呢吼？啊，若咧报可怜个，咱就对你好；啊，若咧报像即个，佮讲日本个天灾吼，啊，是讲过去八八水灾拢共款。伊甲你报一个月，你哭一个月，袂食袂困，伊雄雄无报啊！你想讲因好啊？遐个死人拢雄雄变活起来，啊，厝房起拢变起好啊！结果爸爸说，这一年了后，才发现讲，啊呾嘞，还阁无厝通住。最近啊，毋是迄后丰大桥有无？讲啥物买国赔，讲啊袂创啊袂好。咱拢叫是电视无报就好啊呢。咱叫是电视若无报，桥就起好啊呢。咱叫是电视无报，政府已经咧宣布讲，即马毋免身份证，因为迄厝搬去啊。啊，人死伫内底啊，身份证真歹摕啊，所以讲死人即摆毋免摕身份证，就会当去报迄、那个报死亡有无？毋免阁安失踪偌久才会当来报。我想讲电视安尼讲着准算呢，结果你去遐有准算无？无准算啊。所以电视有够的所在有正义啊，电视关起来就无正义啊。立法委员嘛是共款啊，卡米拉有翕到的所在有正义啊，无翕到的所在就无正义啊。但是卡米拉敢有为咱来讲，即、這个故事安怎对头来？各方面的意见是啥物？真实的过程是安怎？即摆阁是安怎？有无？无啊！所以第一，咱得到资讯无方便啊，自古早甲呾来拢共款，而且阁较乱，阁较混乱。第二，咱嘛毋知影是毋是咱不平尔，是咱有外口的人会感觉不平，则袂歹啊，有一两百人伫遮，但是。伊会伫政治顶悬、政策顶悬定足侪啥物门槛，那个核定啊？哦，我公投爱偌济人，啊，啥物连署爱阁偌济人，安怎？咱毋知影有甲咱共心的人伫倒位啊？啊，我讲安尼对无？啊，是要安怎？要敲电话啊？啊，是要传简讯？啊，是要去 Facebook？ 去 Facebook 顶悬，你嘛爱有出名的人啊？哦，譬如讲啥物苏贞昌呐？也是蔡英文一届加了30-40万人，啊，连一般的人，这伫中间有落差啊。咱敢真正会当去划麦克风？无啊。人讲迄口音，敢真正会当口音？迄口音头前拢嘛有动，因为我家己是广播电台，广播电台都已经有
有胎过啊，何况是电视，安怎胎？我直接讲啊，啊，头前一间房间，迄间房间有 DJ 咧食啊。伊甲你讲，伊先甲你讲过，啊，再佫甲你报，即个人叫啥物名？问你要食啊，无爱食。有诶，佫边啊，佫有阻力伫咧。即款过胎过，所以莫怪咱会想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三立讲诶口音诶人甲迄、那个，因为这无符合道理嘛。今日咱发现即个人，比如讲三立，一定有人要来抢嘛 ，TVBS 嘛，一定有要来抢嘛。像咱要抢诶人拢无法度入来，啊，真简单嘛。敢讲要抢诶人，政府有规定讲伊袂使看电视，无嘛。所以路径毋是伫遐去用踢掉，伫倒去用踢掉。电话嘛，卡来诶时阵冻掉诶啊，你袂当接入去啊，袂当接入去，表现出来名义都无共款啊。啊，即款有明显无？有啊，有足明显啊。咱定来咧看电视口音，先做做民调诶时阵，三台做起拢无共款，四台做起嘛拢无共款，奇怪，同一个题目先啊差侪，啊着过路嘛。所以咱头下讲诶，第一资讯诶落差，第二。咱嘛无一个真容易去呼朋引伴的工具，包括媒体。第三，咱要组织的时阵，咱要表达咱的意见的过程，咱会经过重重的过滤嘛。包括各位，恁敢知影？民调，民调有几言会使过滤的？第一，真正的精英，安尼讲是歹势啦吼。不过一般咱来讲。有承担伫家庭内底经济责任的人，算是迄个家庭伊个意见领袖。我多因为伊咧拍拼，所以伊讲话较大声。遐个人大部分呢，拢接袂到民调啦。我讲安尼对无？因为民调伊拢是拜一到拜五个暗时啊，六点到十点嘛。迄段时间，他们讲我毋捌伫咧厝个，我咧天天去咧加班应酬，去应酬伫交通。顶管的伫交通顶管，即卖因为虽然咱讲做电话有民营化，毋过你若是敲电话去厝呢，敢若一注尔嘛，是啥物注？中华电信啊。但是咱真侪人通电话拢嘛用行动电话啊，行动电话袂使入入去民调的内底啊，这第一。第二时间，啊，迄段时间头我讲的暗时六点到十点。台湾人呢，吼，大家较畏官啦。啊，伊若讲话，佮用华语讲的，吼，哎、欸，我们是 TVBS 的民调公司，你一听都无想要讲话，伊惊讲，万一讲了录音，伊若来找咱麻烦，佮咱，哦，咱台湾人足惊去用插嘴的，对。所以拢惊讲吼，讲甚物话去用做记录，都嘛唔敢讲。所以你讲迄做客民调，伊只要唔错，做伊甲咱过滤哦。迄是咱家己因为心肝头佮有一个警钟，咱家己主动过过滤才会害。啊，阁有一种叫做啥？即马各位毋知影无？虽然你是中华电信啊，毋过即马有一种叫做电话公司，有无？电话公司伊甲你讲讲吼，你若来互我拨，即马是毋知影偌济钱啊吼。譬如讲市话，一分钟一块来讲，伊讲我系零点九，我较俗着对。所以真侪人着透过即个市话公司啊，电话公司。现在在做民调为了省钱，他也是去绑这款企业公司啊。啊，结果呢，经过两年之后，大家知道我就去报这个企业公司，我一次我报200通500通全部都用专接的，我们都也到他那去，啊，到他那去都也同样同一个人接了等等。所以表面上我们说像我们有真济工具，也会当用网络，吼，也会当call in，也会当看报纸，报纸也遮济，遮济报。啊，其实咱颠倒是伫较幼路，诶，即个资讯的过滤，啊，甲集结的自我过滤的过程，咱共款变啊真无力啦。我古早我交一个男朋友。伊自细汉，因为是因老爸中后退啊，所以因拢自细汉就看《中日报》欸。我计交八冬呢，八冬过程中毋捌冤家，听讲咱名呢，真正特别结婚啊，阮个青梅竹马，高中同班同学，尾后分手落悲哀，敢若为着讲
迄年嘛是1990年款。我话讲吼，诶，我看到迄个警察诶，迄天迄当时啥，有啥物红帮吼，红门吼，青帮啦吼，因伫迄个中，我本来才知影讲，因伫迄个中正纪念堂4月初5拢有办一个足大型诶靠舞就对啊，靠迄边啊吼，啊所以。迄阵1990年的时阵，学生啊都收国旗啊，创一个红啊底，我袂得啦。怎甲掠讲掠去灵前，讲要跪喺遐？我是毋知影跪伫皇帝头前，还是跪伫啥物头前，因为我无跪过。啊，怎去遐要甲担啊？啊，见迄个记者咧翕，我看到呢，因为我差点去用担着啊，我都较装袂入去啊，但是拄啊迄张相翕出来时，我都伫边啊。我甲我男朋友讲，迄什么某咪人咧拍人呢？伊甲讲无啊，我讲哪会无？我伫现场，你也无去啊？伊讲报纸写无啊。我讲到底你是相信报纸还是相信我？我恁女朋友呢？我伫边仔看到，差点要驳着我呢。啊，都甲你讲报纸讲无咩？讲到我冤家，佫先煞挂我的电话。我煞毋知要安怎讲。我要讲的就是讲。咱过去当然即马是较好啊，吼。过去咱看到迄个字用印刷字拍出来，啊，甲你用迄个钢刻吼 ，MB 字写 ，MB 字写迄较无正确，你知无？拍字拍出来迄较正确，干啥呢？报纸出来佫较正确，报纸顶面佫有相片，佫较正确。佫来呢，迄款像李艳秋迄款安尼，生了腰脚佫端正，永远袂老，吼。啊，唔管伊是因为有注射，还是去做 SPA， 还是拉皮，反正唔管，就是安尼，生了真细只的主播只要出来，用真温柔一句一句安尼甲你讲的话，绝对袂骗人的啦。迄款小姐会骗人，你甲我拍死，我嘛唔相信。啊，都有影，讲话才温柔着，字讲呢。你讲白菜，拢嘛唔是安尼，讲白菜像我这样，连咪大声，连咪细声，这唔在讲白菜。为什么讲白菜？你歹性地啦。想讲奇怪，拍性地甲讲白菜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你若无讲白菜，谁啊？你无法度去 TVBS 去做主播，吼？人去做主播，人遐拢嘛贵如贵，愈讲愈有影。你讲到尾啊，你做主编呢？谁啊？咱无法度证明讲咱无讲白菜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伫这个过程中，无管是用大局来甲咱喊话。不管是自身的过滤，还是因为咱的感官，咱厝边隔壁有一个人，迄若是妈祖生啊，人捐5000，伊捐50万，即款的人哪有可能是歹人？大善人呢？咱若厝边有啥物头烧，啥物头烧耳热，吼，囡仔你发烧啊，去找伊3000-5000，咱无他摕。这款人哪有可能是歹人？诶，国民党就侪这款人诶。那我吼，身躯有50亿伫咧，恁3000-5000吼，我较侪嘛较笨，我嘛分未清楚讲，到底好人甲歹人伫这个社会是变哪分啊？你常常用一个系统性，咱讲叫做结构性，会贪污啊？一届落去了5亿-50亿，但是人伊倒转来到因厝铺桥造路啊。大概若是迄、那个过年有无？冬节时阵拢有摊请加油啊。哦啊，一届开落去拢1000刀、10000刀啊，亲像迄个啥？台中迄个叫啥名？严清标有无？到即卖人拍死嘛，唔相信严清标是歹人。人讲，伊歹人，伊想那拜妈祖，妈祖拢袂甲听话，这袂晓讲，袂晓讲啊。啊，不过嘛真奇怪吼，伊真正出代志的时阵，无去求妈祖，去求妈祖边的幽燕公了吼。所以，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，要安怎？诸神这么混乱，啊，有真侪事，甲咱的感官是会吓的哦。就是咱天生相信温柔的人讲话，咱相信生了头大面四方，
即款安尼真壮哉的人讲话，咱相信真温柔的人讲的话，咱相信穿衫真笔直讲的话，咱相信伊是牧师讲的话，咱相信伊是行政院长讲的话。我嘛捌拄着一届，讲即个一个战将吼，因咧拍棒球啊，目睭无看。讲邀请立委啦，因讲因即个会去吼政治污染啦，请立委哦，民进党的立委。啊，讲去请呢吼，即、這个市长来，国民党的市长讲安尼就无好，民进无好政治污染。我讲迄个立委吼，今年无要选，市长今年要选，你敢知影？灰飒飒。我要甲各位讲的，就是讲，伫即个情形之下，毋是咱讲的，咱讲。咱人民做主人，咱就真正会当做主人。我阁举一个例，啊，就予大家来开放。前阵仔，我有一个朋友叫苏炳，啊，大家若有咧耍网络的，就知影吼。迄阵嘛是日本啊，日本迄个核灾了，咱足侪钱拢捐予啥物人？因为袂当直接捐嘛，咱捐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。尾仔才予我发现，讲自三一一到四月底啊，到四月底啊。是四月底啊，五月底，讲钱拢还袂退出去啦。啊，讲因的惯习，讲因的钱会分批啦。我想讲，已经到四五月底啊，钱拢还袂退出去，再分什么批？我大家都做暑期伫做安尼，讲迄个红十字会啊，拉入去监督。但是各位，我要甲你讲，人民的力量敢若会当做甲，甲这件代志压出安尼尔。到尾也是安怎，好无？到尾结果，我甲各位讲，毋是红十字会去受到监督啦，是一寡本来就比红十字会搁较细、会少的社会福利的团体，去受到比过去搁较严厉监督啊。搁死有人话死啊，对啊，死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人民的力量。咱即摆自我警告，就是讲，人民的力量为虾米？伫历史上甚至。一个人民起义了，伊真容易阁去产生另外一个专制的政府会阁出来。一个人民呢，诶，这个吼，安尼觉醒了，颠倒造就另外一个吼、哦，咱讲是无好的法律，伊阁落去强制执行，为虾米？包括前阵啊，中考三级嘛，旧年嘛，讲环评啊，吼、哦、啊。这个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已经撤销，讲这个环评，哦，伊的结果啊，结果行政院嘛，佫走出来讲话啊，伊讲啥？伊讲撤销环评的结果，不代表立即停工啊，你搞我骗一下诶！当初是有啥物宽评？宽评就是讲任何一个大型的开发。伊要经过环境的评估，通过了伊，毋再当施工。啊，你袂将伊共偷，你共偷哦。啊，即卖你讲环评，因为无通过是无通过，但是无代表停工，所以行政院跳出来讲啥？伊讲吼，新的卖阁动工啊，但是已经停工的结束啦，为着呢，无要造成，我阁开始讲啊，阁开始练啊。无要造成呢吼，即、這个大诶财团对社会真有贡献，即个财团伊安尼无爱台湾走去中国，造成大批诶人民搁在安怎失业，所以呢吼未使停工，听到后壁，咱来搁启动啊，会着吼，即马迄个万一财团拢走了了，啊万一咱也拢无头路要安怎，搁开始烦恼啊，搁开始火起来。所以在这要甲各位讲，这同款阁是伊嘛可靠吼，出时出地啦。伫即马这个时阵，会咱吼，咱扮演的角色真正足重要。毋过已经毋是像过去讲，咱画者啊，咱会启动，啊安尼代志就结束啊，无结束啊，迄才开始尔。你若无甲人拼耐力，咱头拄仔咧讲精神对无？精神毋是一时启动叫精神。有才调、有结果的政治力、经济力的人，伊摊甲你磨啦，磨甲你精神崩溃为止。
所以各位日常生活的人，咱要比别人搁较贤养生啊，咱活了比别人较久啊，咱的精神爱比别人搁较，咱的神经爱比别人搁较大条就对了啦。咱的动比别人较袂崩溃，咱的理路爱比别人搁较清楚啊。无论伊安怎讲，伊安怎求，伊安怎温柔，伊安怎拜托，伊安怎甲你跪，你较忍的。咱老爸老母才一个尔，死老爸死老母的时阵，有一个立位安尼跪的，安尼跪一路来，甲咱兜的灵前落去拜，偌尼感动的代志。但是爱忍的，爱忍的。若无忍的时阵，毋是遮气，就是遐气，啊，着总气。所以用这個来甲各位，啊，甲我家己，我家己嘛真够感动啊。我自己也很高不甘啊，我自己也很高说算了，但是不行啊，所以我们也要比别人更够赚钱，更够骨力，更够严格，家庭要更好好，不能听一个兴一个倒回去，第一件事情要说给我们的母听，结果我们母不跟我们听，那就先冤家先杀盘，先有人闹自杀。我们如果没办法比别人的气较长，咱也无才调比别人啊温柔有效，那安尼咱就要比别人较温柔；比杂有效，那安尼咱出去外口穿衫，咱就要比别人搁较清气上。咱走路都要搁较带直，我多啊，因为这有效啊。咱若相信迄有效的时阵，咱就要甲学起来。啊，若钱有效的时阵，歹势吼，欠即、這个有债条，赚十块，咱摕一块出来造福咱的乡里。咱嘛来做公关啊，因为做公关有效啊。我想，这是一个持久战啊。哦，啊，只要口口声声、时时刻刻，当人爱独立，当人爱幸福。现在也没办法吼，听说这样一直存这种念头，我们就真的有灾掉，有形的无形的这样都画画来，可以助成我们完成我们的愿望。剩的时间给大家来开讲。我熟悉您一个，所以报您的大名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若袂晓讲的，其他的人才甲我斗讲。啊，我住二林，周明文。啊，我请问吼，阮来遮是要学烧糕的啦吼。啊，阮这秘书长吼，伊过甲美国去，啊，拢赢吼。我请问苏法姐吼，咱万一迄个蔡英文吼，我有哪会勉强去甲选予伊啦吼？啊！伊若做总统，你看我个会赢伊无？这反而是因国民党开啦吼。即摆若换蔡英文做总统，反而国民党开的是我捌个赢啦，无请律师的吼。啊，若是蔡英文做总统，我要告蔡英文，安尼你看会赢无？吴先生，你贵姓？好，来周生吼，我实在唔知道你要告啥，你若无代无志要告讲伊偷摕你的内裤，我都不一定知影讲赢会输啦吼。不过，若是甲公益、甲公益有关系的代志吼，我是甲各位讲，权威者呢吼，即马嘛唔是，我讲人民正歹做，权威者嘛无好做。因爱安怎？因其实是爱静静啊，用因的权力，吼。啊，最后这件代志，当事者会讲算了，安尼都拢无代志啊。但是，咱有手段无？有哦，咱有手段。我头先讲，只要这是公益，就是讲，唔是干那恁厝内底的代志，尔，这是大家的代志。其实伊愈爱暗，你愈个压。政治人物真惊，真惊压啦，压要亏或者压啦。哦，所以呢。恁查某囝去用强奸，歹势，我毋是讲你，我讲卡住咱家的查某囝去用强奸，恁爱考虑啊？大部分人是安怎暗起来？
讲强奸了无嫁袂出去啊，啊那安尼就无法度啊吼，即选择。但是你若呀，你若唔惊人知的时阵，有一款叫做公众的正义啊。公众的正义表现伫底，头拄仔咱讲的所有的代志，其实拢会当对面讲。既然伫卡米拉头前会讲好话，你要告伊的时阵，你唔敢的时阵，你就去找有卡米拉伫的所在。你叫卡米拉去找伊啊，你去找伊就无效啊。啊，即卖要叫卡米拉去找伊就真简单啊。恁家附近的李秘书找一个有啊吼，开一个记者会就有啊。所以即卖要讲的就是讲，互咱怨叹的遐手段，这手段咱拢会使摕来用，因为我感觉也真便宜啊吼。因为虽然咱有头了讲媒体也好，政治人物也好，啥物也好，其实每一个人的立场，加在是因为已经行到民主的时代。每一个人的立场拢无完全拄啊好，拢共款的对。譬如讲，即届立委选了，你个啥物？本区的立委，民进党提名出来，有啥物人反对？你看卢秀莲的随去开记者会啊，对无？咱即摆毋是讲咱要共插尖嘛，吼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民主的社会，每一个人的立场无完全拢共款的情形，咱都要利用所谓。公共的正义，公众的正义啊，公众的正义，就是讲，伫人的头前就有正义啦，伫卡米拉的头前就有正义啦。所以，你若万一要告人，你若要受害，你若无要对人暗，甲压开，找一群人，找卡米拉，都有赢的机会，安尼好无？我一点啊补充一下吼，因为伊吼是伫两年前我甲陈芬林弄烟火吼，啊警察家己爬无好势跋倒吼，啊着重伤，啊蔡英文迄句讲阮遮是暴力分子，哦啊即卖已经法院吼到高院，啊遮警察拢爱撤职，因拢做伪证。啊，所以我是等下伊做总统的时，我要甲提出这条吼，我要学阮秘书长哦，伊的这个作为吼，啊来甲教示一下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这预告啦吼，啊问你有安到几多啦？啊，唔知一个，唔知一个其他的。气质上介好的主持人素兰小姐吼，啊，马永光是做华华，谢谢素华小姐吼，因为可能是过去我细汉吼，也来听讲素兰要出嫁的款的吼，真无礼貌吼。我有一点我想要请教你吼，这回蔡英文，请问你大名？啊，我小姓吼，姓张吼。我不用国语形容啦吼，因为我唔是中国人吼。啊，道德的德，交有分人间的交吼。因为我嘛是日本本土台湾人吼，嘿。啊，我即摆要甲你请教，就是讲蔡英文先经伫顶个月又去澳门访问。啊，我听伊讲，因为确实这个新闻冒出来，吼、哦、冒出来。外国的媒体记者随后甲蔡英文问，用请伊这个蔡伯伯泡水小姐吼，阮最新的消息了解到吼，你若要参加2012年的选举的时阵吼，你会少输150万，你唔知知影无吼？伊记者在甲问的时阵吼，伊拢选择不回应啦，吼、哦，啊即当。阮定啊，我会感觉，我嘛安尼感觉，定定咧认同即个中华民国吼。人伫说即个美国伫上海公布签了后，人美国嘛正式讲啊，全世界嘛若讲了即块土地，人拢讲台湾，无讲中国。啊，你用伫即个中国体制，叫做你家己自称的中华民国
过你刚选择总统，啊，无愧你承认的中国嘛吼。所以，我请教的目的就是讲，这种人是毋是咱大家爱去甲伊质疑？请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你甲阮讲个清楚。我是讲要请教你这点，谢谢。这内底有几个问题吼，我嘛无把讲我有在条回答真清楚吼。伊伫什么款的场合去用访问，正看起来是无相关啦吼，就是讲伊敢若有一款态度，这款的态度是伊因为咱头先老师讲的真有自信嘛吼，所以伊面对人家质疑的时阵，伊爱讲就讲，啊唔讲就唔讲。我想这是伊个个性吼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若有记者问我讲，我若要选总统，有记者问我讲，你输150万票，你知影无？我相信我嘛袂回答啊，我想要倒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三吼，我要来讲一个故事。差不多十日前，我有去找朱时报的董事长吴阿明啦吼。啊，伊咧讲一件代志，我是感觉讲，这颠倒有机会讲予蔡英文听，蔡英文爱敬。什么款的话呢？伊讲2008年的时阵呢，迄阵总统选举以外，也阁有一个公投嘛，吼。结果公投虽然无过呢，不过公投的票加起来是赢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。伊认为贾中庭要反省。为什么台南在这次对他来说是危急存亡？因为如果没有就真的没有了，李登辉也老了。想到这时候他们的这么明确画出来，文毒、统毒、经毒通通毒，一直毒一路走来，始终就是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包括阿扁在内，他只要是在东乡会、台教会、台独联盟、中央教会这款场合门关起来，台湾中什么？台湾共和国万岁，有无？啊，大家就对伊话万岁。为什么蔡英文？你一开始的时阵，伊去拜访的对象是台独联盟，咱会记得无？初选的时阵，台独联盟真早就出来。投票哈，都出来，卖投票，都出来支持蔡英文。这我想我是提供啦哈，政治人物拢看会到才有票啦。但是我认为伫策略上，咱常常咧问人讲，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你甲我讲清楚。我无认为这是真好的策略。为什么？咱卖讲台湾人、中国人，咱来讲。不是敌人就是朋友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不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不是中国人就是台湾人。有人话水，话水就要知影是安怎话水才会当话啊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你甲倒一边挂过倒一边啦，听有无？今日你若讲在座各位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不是，不是，拢台湾人，主动拢变成台湾人。同款啊，在座各位是不是我的敌人？不是，不是拢我的朋友。我是感觉伫策略上吼，应该是要用这款的策略。咱即马唔是干呐用脚爱台湾，用嘴爱台湾，用手爱台湾，咱来用头壳爱台湾。就我头拄仔讲的逻辑，人是会变的。伫这个场合。伊感觉讲台湾人去有利，伊就要讲伊是台湾人。换另外一个场合，伊保持卖讲话，伊感觉较有利，伊就要安尼啊。所以我嘛认为讲，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朋友，一定要去想这项代志。这个台湾独立建国，伊是上个有利，的这款的气氛啊。有人讲。说话，我跟你讲理想，你来跟我讲利益。
我认为吼，咱拢是成年人，成年人毋是讲看 A 片哦，即成年人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莫永远徛伫理想咧挑战人现实，因为咱也安尼挑战，别人嘛安尼甲咱挑战。上人生，这是我讲过的话。人生上阶段的幸福，就是公益甲私利会当 balance， 会当平啦。我好，你嘛好，你好，我嘛好，咱大家拢好。只要是安尼的时阵，毋是干那你有动机，大家拢有动机。所以制造台湾独立建构，这是有利的气氛。我认为这咱必须要发展细处，啊，可能就是有一挂顶当头壳的人爱去顶当，这我个人的意见。这就敢那讲，咱去逼咱的翁，甲逼咱的某同款，你爱不爱我？一丢肚子嘞！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分钟就说爱我？那你一定是不爱我，我就知道你就是不爱我。没有啊，我也很爱啊。你没有每天都爱，你没有常常爱，你就是不爱。创者到尾来怎走一边啊？所以，咱将心比心嘛，吼，想看卖啊，咱甲人逼的时阵，什么人会让咱逼的行？啊，话到转来，人逼咱，啊，什么人逼咱的行？我感觉这咱若想通吼，无得靠，咱有一挂代志，搁较轻可做。最后一个问题好无？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来请。哎，秀华小姐你好。啊，秀华喂，我冇讲到。秀华小姐，哎你好。哎，我是迄个嘉义吼，番路乡遐个人。啊，我本身吼是出国吼，伫南美洲巴西、巴拉圭，我住15年。啊，我即嘛是感觉讲，伫外国住有一个好个现象，就讲因有制度。啊，制度顶落吼，我感觉代志较袂遐花啦。一定是讲巴西有一条法律，既然虽然作势，伊嘛是真简单。因为巴西作侪种族移民去啊，所以即马就定条种族袂使共，算讲踢球的啦吼。你若共讲人黑人真歹，随地爱关哦，一年半，哦，这就算制度顶好。啊，即马回归倒来台湾看，啊，变啊总统啥物？国务机关什么厉害官啊？过来即马顶两天，连李登辉前总统，国王那有，我起诉讲要判10年。啊、我请问这什么社会啊？敢有什么制度？国民党因做遐尼啊久，啊这拢是一个，哦，拄则早起我诶袂，阮这老师还是会计华这吼、個，这张老师这吼、個，啊教授，这讲啊足清楚，只要是。把迄个制度定好，什么人犯什么，哦，你有刑责，啊，法律拢有迄个责任的时候，才有迄个代志。所以我感觉咱即摆台湾民政府在成立哦，咱也用像美国迄套真健全的制度，甲定落了，我感觉安尼较会好势啦吼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这嘛是，后壁还佫有一个朋友敢要讲，也是，你还佫遮济。安尼唔通啊，确定也无通食饭，食饭总要紧的。哦，有意见啊，我遐一个意见呢，咩安怎？啊，无回应表达者啊，你拢。我拢卖讲安尼。再看卖咧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来。啊，苏华小姐你好，啊，各位同事大家好。我啊，小陈姓刘，我伫台东来的啦。啊，我小陈，我刘平雄安尼，我专门做茶啦。我即摆请教讲，咱在座包括介济咱的同胞，拢希望这个流氓政府吼，尤其是马政府，这个马英九，伊本身听伊讲有双重国籍，你知？啊，咱苏华小姐，你看，这个双重国籍，这应该这是真无合理的啦。啊，敢无法度，咱的立委啦，包括啥物你讲的。卡咩啦？即较侪去甲访问，即个敢无法度？啊，报告完毕。啊，要问你来。苏华小姐啊，我实在感觉讲你真好讲话，
也真够演讲吼，呀，即代我也感觉讲，你讲话时有真侪时爱闪另外一边的看法，啊，搁爱闪这边的看法吼，讲真侪，互阮真感觉讲，你实在是讲得真好吼，总是我是感觉啦，实在阮啊发言嘛无真容易啦吼，总是我是感觉讲，李登辉前总统吼，为着讲弃马保台，我想讲台湾咱实在都爱照顾啦，所以弃马保台，我认为这是足好足好的一个建议啦。另外一个，阮高雄州的一个执行长吼，李执行长，伊讲一句话，无论安怎，迄个马英九爱甲救落来，安尼才对啦，台湾才有希望啦。要人要表示意见无？来那个罗先生，最后一个题目好无？最后一个问题好无？要无？我哩也有。淑华小姐哈，我姓罗啦哈，思维罗哈。我是个淑华小姐一个建议啦哈。虽然讲你全场拢用台湾话咧，咧演讲哈，但是我感觉。你的台湾话也阁有真需要改进啦吼，因为我感觉讲你讲的拢是照字安尼读过来吼，亲像讲，拄则你有讲一个讲拍点，啊台湾话讲注射，啊你讲拍点，啊就差足济吼，所以这都，这是讲，甲数学一个建议吼，那个有时间较接啊，拢教遮个较本土台湾人讲台湾话，你都袂讲。注射讲拍针，哦，谢谢。恁嫂啊，小姐你好，我比你较远，我住台东哦，我小先生潘志宏。我想要请教你问题，就是，拄啊听你定在讲独立，我请问你要为对独立出来？这表示这个独立一定有一个保国嘛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要为对独立出来，你知影这个主权者是啥物人无？谢谢。我咱问你个只，啊，你啊综合答案答复者得啦，吼，吼，谢谢。刚才我一开始就讲，所有答案我不一定要回答吼，大家咱甲我斗答。为着要让各位，因为今日人讲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哈，跑得了庙，跑不了和尚，所以我想。迄、那个为着予大家素兰、素华、淑华、秀华，哈，莫错唔对。我先来讲，我嘛有英文名，我的英文名叫 So What。So What 嘛有台语意思，哈。啊，这个日文呢，我叫 So Ga。我来解释哈 ，So Ga 是干嘛呢 ？So What 是无你是要安怎？我叫嘛，还阁有一个叫苏哈，苏哈就是中地啊，中地了，不是中书的，要中赢。梵文呐、啊，哈，这个印度梵文嘛有一个苏花，伊讲用智慧会当到那边的花，所以我嘛感觉袂歹哈，这嘛敢那我人生的希望，讲也当变成人生的阶段。第一阶段就是一直做爱问问题，干嘛呢？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有主见，啊人甲你反对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第三个阶段就是即马中地，你若认为对了，你就中地啊。啊有可能对了中枢嘛，无一定，但是人生干那一届尔。第四，用你的智慧，当到快乐的迄边的花，哈，好。所以希望大家以后，看要叫我说话特嘛会使，要叫我说干嘛是会使，啊叫我说话嘛是会使，安尼大家记得起来无？好。第二啦吼，我头拄啊毋是讲拍针啦，我是讲插针啦。台语插针有两个场合吼，一种是迄个见缝插针插针嘛吼。就是有诶，看到芳啊，找迄个芳去插迄个针。第二吼，做西工嘛会当插针嘛吼。
你是倒一个人，咱想要甲救场，有人讲一定要甲马英九救落台，啊，咱就甲马英九插针嘛，吼、哦，这嘛会当插针。所以我台语是无介好，因为我28岁才会晓讲。啊，我爸爸妈妈拢台湾人，啊，但是因为受教育的关系吼，啊，所以华语演讲嘛是真牛啊，吼。啊，但是有一届28岁的时阵，到一群朋友伫啊，这个麦当劳。啊，就伫遐讲，遐咱台湾人较无爱讲一句，我都形容讲吼，我敢若讲到我的时阵，凶甜甜迄个脑孔啊遐啊，煞讲袂出来。因为我都发现讲，较有我一句话伫公众面头前，我无法度讲。所以有人讲，我的台语有一个真奇怪的腔，我甲各位讲，遐就无腔啦。有啥就无腔？因为字吼，头拄啊。这位朋友讲得对，一字平平啊，平悬搁平低啊，平远搁平近啊，迄本书用电脑灌出来话就对啊。啊，这唯一的解释讲，说因为去日本，啊，所以日本人讲话嘛即样的平平安尼啊。啊，我嘛讲这嘛毋是啥物日本腔，反正无腔啦。啊，无腔的结果，实在是因为都因为毋是。哦，细汉的时候，阮爸爸都爱从阮安尼弄啊。啊，有当时我会染别人的腔。哦，啊，我就讲，因为男朋友过去交伤济，所以无共地头，都无共腔安尼。不过请原谅。啊，我嘛感觉应该进步啦，这是无借口哦。所以，多谢你的指正。刷落来吼、哦，时间的关系，敢有要阁继续讲？要食饭啊？有人话讲要食饭啊？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有人讲后节课啊，吼，后节课安尼就后节课啊。双重国籍的问题，吼，我感觉是美国无爱放啦。啊，美国到底有啥无爱放？爱问林志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吼，到底台独要对倒独立去？同款嘛是爱问林志升，吼。这个起码保台，这位朋友，其实我头先安尼讲几波，未输咧生我家己的嘴皮同款。我过去实在是真气民进党，因为我认为民进党是咱理想的向敌呐。民进党呐，家己讲话讲一套做一套的时阵吼，实在是以后啥物人阁会当阁来讲考核？这考核变作新主牌，还是大家爱摆？即个变作新主牌啊，大家拢会当摕来做查破，那时阵当时要安怎？也毋过今年我真正有危机感，所以你看我嘛是被逼，因为我感觉马英九真正对台湾一点仔感情都无，一点仔道理都无法度讲，而且毋知对倒位产生的迄款怨恨啊，你无法度甲解释。啊，伊足想要调诶，所以你看迄个国光石化，伊敢暂时话停，包括核数诶问题，其实咱若压力较强诶，伊嘛敢先化，但是即所有拢会伫咧伊若阁做总统了后，一切拢阁恢复。所以我是认为台湾已经无啥通好输啊，无啥通好了。伫这个情形之下，你若讲叫我要选，我嘛是认为马英九袂使调。哦，我想我的看法是跟你同款，安尼好不好？不过我嘛要甲这位欧志尚讲，我歹势，我欧志尚是主持人叫关系，其实我嘛是误会啊吼。我要甲各位讲，咱来像我安尼温顺啊讲，咱卖好卖叫调呢，千万唔通，千万唔通，马英九，迄只狗绝对要甲拖落来。我跟你讲，你若安尼讲了，边仔十个人差不多十个人拢走了了，无多。任何一个时间，咱想着讲咱咧求爱的时阵，无人讲你这只狗无，你若无嫁我，你无抱伊他去，安尼人嫁你，无这款代志。一定是讲吼，你是我看到上水的西施啊，吼，我无看到你的时阵，饭嘛食袂落，一定是好听话啊，所以。耳仔无法度，伊是来听好听话，毋是来听恐吓的。我是认为讲，会当叫马英九就叫马英九，
会当称呼伊先生，最好称呼伊先生，但是千万啊，唔通互调，为着咱，为着咱的幸福。先讲到这，好不好？哈，各位多谢。咱应该非常感谢咱杨素华、素华小姐，甲咱做这场这尼啊精彩的演讲。我第一遍听伊演讲，我甲伊熟识足久啊，正十冬啊。我定来伫个节目内底讲财经问题，伊甲提拔足济，足济人若听伊个迄个网络国家拢捌我，若听着我咧。孟良国家咧表示意见的时阵，都有人敲电话来，哦，我阁听到你咧讲啥讲啥呢？所以是真甘心，伊为台湾这尼啊拍拼，这尼啊付出安尼。啊，伊当然真失望嘛，甲咱同款拢非常失望，因为民进党实在是不像话。不过咱的主张甲伊的主张是无同款的，伊民进党若得到政权的时阵，伊出卖台湾人，台湾人足无奈。当卖去要出卖台湾人的时候，咱要知影，民众要出卖台湾人的时候，咱拢唔知道。所以我是真痛心，已经真失望，也真痛心。痛心讲，我要去投票。多谢各位，多谢素华，再度掌声给伊。吼、哦，鼓落一个，吼、哦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实在是好朋友，吼、哦，阿姨讲的吼，那么点滴在心头，非常感动，非常难过。讲这款话是很难过的，因为我们对民进党已经完全没有望了。咱只要敢为靠咱自己，靠咱台湾民政府，靠咱法律建国会，安尼发挥咱力量，为台湾打拼。有对各所在来，吼、哦，台东、花莲、宜兰、高雄，安尼出5000块来上这个课，真感谢，感谢大家，甲林志升同齐向前迈进，多谢，谢谢。